德平人生二零一五零四六文语及感悟有未热度一二三二正稿投稿一口得的着人处且饶人一点直话可以转个弯说二点冷冰冰的话可以加热了说三点批评人的话一对一的说。 要顾及别人的自尊而长得，赞美别人，学会鼓掌一点，每个人都需要来自他人的掌声；二点为他人喝彩是每个人的责任；三点不懂鼓掌的人，人生太狭隘；4点一赞值千金物点。 点给别人掌声，其实是给自己掌声。三面德，不给面子是最大的无礼。一点中国人最讲究的是面子。二点任何时候给对方一个体面的台阶。三点看破，别说破，面子上好过4点伤什么。 点伤人面子5点，点千万不要接人老。第4，信任得，生性多疑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一点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二点有多少信任，就有多少成功的机会。三点疑人不交，交人不疑。5点方便得。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一点点，请主动做。二点与人方便，自无己方便。三点在他人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扶一把。4点为对方着想。第4，打算6礼节德，有礼，走遍天下。1点彬彬有礼。 方能魅力四射二点礼多人不怪。3点点送礼送到位期先让德，锋芒毕露者处处树案敌。1点切记锋芒毕露。2点放下身段，降低自己。3点勿在失意者面前谈论你的得意。4点人前勿张狂。 人厚德得意，为人应低调。8礼解德，人人都渴望他人的认可。1点礼解。